钢经在现今解释众多，可惜都是用了高深的文理解释，致使一般人依旧不知其中意义，无所适从，深感茫无头绪之苦。今天活佛师尊以白话解说，让大家更能了解其意，进而有所领悟，愿大家看完能有所法语充满。二、说《金刚经》的历史。《金刚经》原包括在《大般若经》第577卷中，古人评论这卷经如儒家的《论语》，词有尽，理无穷。如来佛讲《大般若经》共600卷，讲经的地方及法会的次数共计四处16会。讲这卷《金刚经》是在16会中的第9会。讲经的地方是中印度舍卫城南边的给孤独园。说到这个时代，就在我们中国周穆王9年的时候，四处16会，王舍城的灵鹫山6会，保罗伐城的士多林给孤独园3会，他化自在天宫摩尼宝藏殿1会，又保罗伐城的士多林给孤独园4会，又望舍城的灵鹫山1会，王舍城的竹林园中白鹿池边1会。三、忆此经的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的历史。鸠摩罗什是印度人，这个名字是印度语，意味华语是同寿二字。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叫鸠摩炎，龟兹国王的妹妹石婆是其母亲。龟兹即今日新疆省的库车，鸠摩罗什生于龟兹，合用父母之名为其名，所以叫鸠摩罗什。他7岁的时候，随其母亲石婆游历各方，在印度北边的济宾地方，从盘头达多学小乘教，又在疏勒国从须利耶索摩学大乘教，以后回到龟兹，又从卑摩罗一学律，从此就在龟兹宣布大乘教。建元19年，前秦主苻坚遣骁骑将军吕光去讨伐龟兹，吕光获了鸠摩罗什，班师回到凉州，得到苻坚的拜报，自己就在凉州拥兵独立。以后后秦主姚长之子姚兴遣师伐梁，灭吕光，并带了鸠摩罗什回到长安，待以国兵的礼遇，请在西明园及逍遥园译经，译成了经律论，凡74部，380余卷。后秦弘始15年8月死于长安大寺法师临终，对众说是言如所忆，传不谬舌，当不焚疾，原计火化，舌果不烂，时年74岁。三藏这两个字是指经律论三者而言，因为鸠摩罗什精通经藏律藏论藏，所以后世称他为三藏法师。如来佛所说的教法典籍是经藏，所说的戒律典籍是律藏，所说的法相问答及佛弟子或佛灭后诸菩萨所解释的经义与辩论法相的典籍是论藏。四、说《金刚经》的戒分。全部《金刚经》共分作32分，是梁昭明太子所分的。古藏真经并无此戒分。经将32分
再分作一续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三层来说明。一续分，续分仅自包括第一分，这一分是说法会因由此续分，不过又可分通续别续之分。如是我闻至千二百五十人俱未通续，这是与他经共通之点。自尔时世尊至喜足以夫坐而坐位别续，这是与他经不同之点。二正宗分自第二分至三十一分谓之正宗分，完全是说本经的宗旨。三流通分是说流通后世及最后的三十二分。五说法会因由，法会因由就是说阿难记经的当初。阿难是如来佛十大弟子中的一人，阿难两个字是印度语，意味华语污染，又意味欢喜，又意味庆喜。阿难随侍如来佛，在居师那城附近西兰若河的地方，如来佛在这个时候已是快要圆寂。阿难见师父快临命中，就悲从中来，拭侧嚎哭。这个时候，弟子须跋陀罗也来到。他见阿难嚎哭，因劝阿难曰：“师父在世，我们还可以随时问道，师父死后，我们已没有法请教，哭是无益的。不如趁师父未死时，有四件事你可以请师父指点出来给我们听听。第一件事就是师父死后应以谁为师。第二件事就是师父死后应以何为住。第三件事就是师父死后应以何为法。第四件事就是《金刚经》起头应用什么文字。对于第一问，如来佛答曰：应以波罗提木意为师。波罗提木意是梵语，意为戒律二字，就是要以戒律为师。对于第二问，如来佛答曰：应以四念为住。何为四念？就是如下的四项。一观身不净，人有五不净，甲种子不净，乙住处不净，丙生前不净，丁死后不净，戊究竟不净。二观受是苦，人一切受想皆是苦恼。三观心不常，人无常心，即非本心，因有妄想心，所以真良心不能实现。四观法无我，人之一切苦恼为我的一字所迷惑，实则世界所有之物实无我也。对于第三问，如来佛答曰：莫病。原来阿难问以何为法，是因为法会中的弟子信心也是参差不齐的。如遇有变心的弟子，应如何调护他？所以如来佛答以莫病二字。这两个字俗语就是不理他、不合作的意思。对于第四问，如来佛答曰：如是我闻。这一句话原是一个正信序，就是证明经文却不错的，是起末是众生信念的一个续分，各经典共通皆有的。请继续阅读《金刚经》，济公活佛师尊白话注解第三集。